中国女星柳岩拥有金质长相，姣好身材，收获大批粉丝的喜爱。除了外貌吸引人之外，她还拥有精湛的演技，备受观众肯定，可说是才貌兼具的艺人之一。事实上，她刚出道时以财经节目主持人而走红，随后转往影视界发展，至今累积了超过50部的作品。不过，她在演艺圈一路走来，并非一直都这么顺遂。早期，她曾在节目中被迫与男粉丝拥抱，对方甚至还当众蹲下，把头放在柳岩的肚子上，模仿电视剧中怀孕的场景。即便观众能从柳岩表情看出来他并不想这么做，但在公司的要求之下，他只能强撑下去与该名男粉丝互动。近期演艺圈 MeToo 风波延烧，当时的节目画面也被挖出来讨论，粉丝们对于柳岩的遭遇都很心疼，希望未来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。